有了，有了，有了 ！Everybody, everybody， 字典。这一关好像是 F1 的跑酷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各位真的是 F1 跑酷啊！自从上一次 F1 跑酷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用 F1 跑酷过了。这一次努力看看 ，Go！ 我们这个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啊、哦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大家这个要守秩序，守秩序，这个转弯要大一点哦，要提早转啊。OK，Good，、okay, 先吃到第一个点，你就是领先人家很多的喽。穿梭，穿梭，穿梭，然后看看来到哪里了，居然要跑这个地方哦，可以。不可以啊！有人来，有人来了，他居然来了！哎，我怎么一开始车壳就坏了？努力，努力，努力！不要再变干化职业了。咻！水啊！然后呢？这难呢、欸？真的是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哦。黑了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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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碎了啊！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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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 hold 住啊！我不想要等下被撞走。依然给人家撞下去，哎，那个 K 的快啊 ，K 的快飞啊，他堵在那边，谁过不了啊？对不对？算了，我从他旁边好了。睡啦，各位观众，完了！可恶、欸，我如果那边过，我可能这关真的有机会第一名了。我跟你讲，睡，感谢帮忙导正，感谢帮忙导正。哎呀，我越来越厉害了哦！这里我是不是要巴库？你们觉得呢？我是不是这里要把苦？我觉得用前轮感觉蛮容易撞到的。你们说？有点紧张兮。哎，蜻蜓点水哦！你看，他撞我嘞！就这样子。啊！为什么啊？他就可以过，我就不行哦？金茂，我来了。我不会撞到你的，我慢慢过应该可以吧？慢慢过，慢慢过，一个一个慢慢来，不要太急，不要太急。好好好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 ，keep 住 ，keep 住，你行的。有点歪了，没关系，我要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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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下有点尴尬了。那个哪个来了？快点来撞撞我啊！我不想要重来了，我等人来撞我好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最佳趴呢就是你了，最佳趴呢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啊，谢谢啊，感谢我们那个忘记他名字了。接下来什么？直达天堂啊！就是这种，喷一下，喷一下。接下来是要绕那个的，绕那个的。这里感觉要第一人称才过得了，对不对？跟我们上次玩的有一关也是很类似的。啊，我现在刚好车体呢也坏坏的了，这基本上我这样应该过得了。哇、哦，好特别的感觉、再次玩嘛玩嘛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音浪太强，加油！哇靠，这个难的。他要刚好进那个货柜的洞，蛮不容易的。这么凶难，我的个！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在某一些啊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车子坏了，旁边不能过啊，他挡着了。我觉得我要大转弯一点点，然后这样子。哎呀喂啊！有抓到诀窍了，有抓到诀窍了，真的很酷哎！你看那个洛森都在我们的头顶呢。头下，哇、啊！
对，我也觉得哦，我们可能快要到的时候用第三人称会不会比较好？我觉得可能也不会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。Yes, yes, baby. 微棍，微棍，微棍。啊靠！一个。哎，我可以动，我可以动，我可以动。不行啦，加油！我很怕撞到旁边那一台。哎，旁边的掉了。睡。要先对好，要先对好，对好，对好。睡，睡啦，睡啦，睡啦！哥姐，哥姐，哥姐，哥姐！啊，我的呢？哎，有机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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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恶，没有吃到。我真正是存心肝啊！对准，睡，睡啦 ，everybody！ 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！哦，这个要飞啊，这个要飞啊！哦，要飞啦 ！Yeah， 停！哦，太好了！哈哈，好好好，是的。啊，这边有缓速的啦，别太紧张。好，来了，接下来又瞬间移动，又来到下一个瞬间移动。哎呦，又瞬间移动，然后吃到下一个点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是什么？这可以偷吃吧？这可以偷吃吧？偷起来，偷起来！动！啊、可恶啊！不行不行，再大力一点！有机会有机会。那我如果从这边飞呢？不要踩那个缓速，是不是有机会？想飞到那最高最远最……哎，可以的呢，原来是可以偷吃的。太没有对准，没有对准 ，no no， 差一点点，再对准一点就可以了。我靠水！有了啦，有了啦！啊！我的！哇啦哇啦哇啦！啊靠，竟然无！这应该有机会了吧？右边 ，Go！ 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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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翻一下翻一下翻一下，还是不够。我们刚刚都已经过那么困难的，有了有了有了 ，Everybody Everybody， 吃点啊、哦！吃到吃到吃到了，哦耶！ Yeah.好，接下来我们是要过去另外一边是吧？就是、啊、那个居然还会卡住啊！我的天啊，前面还有人，前面还有人！啊、那空中那一团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只有右边可以走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还好。OK， 这个要大力呢，这没大力过不行呢。OK， 所以啊，有，好，接下来看来是有点困难，是不是？走斜面的、哦，终点在哪里啊？我想要先冲一波探一下路啊，先冲一波探一下路。啊，原来这边有缓速哦，一切交给天啊！感觉只能慢慢来了，我再试一次啊！我再试一次，我想再试一次。Go！ 偷吃也是有一个底线在的，是不是？没想到从空中降下来，直接省略了几个弯道。我们现在呢要进货柜了。叫我偷吃王，赛丢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哦，碎碎碎碎碎碎，阴沟里翻船，我们是阴沟里翻车，
各位要过关了、啊，前三名啊！点点在哪里呢？是直接下去就会到了吗？点点在哪里啊？哦，在下面呢、欸，所以必须绕下去才可以喽。加油，绕起来，绕起来，不要被那个灯给吓到。各位观众，啊啊，第三名啊！